怎么都走了呀？我不要回去，我回去就要写稿子了。我不想当羞耻作家，可是编辑不让我，能怎么办呀？回去洗个澡，睡一觉，明天又是崭新的一天。我写不出来了，我一个字都写不出来了。那就去谈恋爱啊，恋爱会给你灵感的。你傻笑什么？没感觉啊？你有感觉吗？打开冰箱的一刻，你留的餐盒，甜蜜的画面，好像都是我幻觉。说出口婚礼时，眼睛成了约定，无论富有或贫穷，作为朋友去守护你，回忆像黑色幽默，越快乐就越难过，那些设想的以后都只是梦里的奢求，我们该怎么追求？最想你